大家好，我是 Hutch 阿正。这次的登山行，我们要来走礁溪山，宜兰县礁溪乡的同名山。因为要来礁溪参加朋友的聚会，所以我们就顺道安排了礁溪山的探勘。本来还想一路打通到五凤旗山，再经主宰轮山到三角轮山，可惜被一只虎头蜂打乱了脚步，而决定下撤，所以只探勘了礁溪山一座。这次我们是经过跑马古道的中段，上产业道路去寻找礁溪山，并探勘是否接上五凤旗步道，而非五凤旗路上圣母山庄的传统路线，所以整个路径原始杂草丛生，蚊虫四起，感觉就是没人来走的模样。光是一座礁溪山就有够探险的。通往礁溪山的山径在离线地图上并没有画，完全是凭感觉及方向去探索出来。不过后来还是有看到其他登山队的步条，有看到步条就更安心了。在离线地图上看到这条产业道路的终点似乎会接上五凤旗步道，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没有相连。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看看有没有相通，不过最后还是因为一只虎头蜂在我头上飞来飞去而作罢。改天有机会有山友相伴再来探探。后来沿着五峰旗步道，我们也看到了通往圣母山庄的道路，因此也拟了一日登抹茶山三角轮山的计划。现在就请跟着阿正的脚步来走走礁溪山吧。我的后面，这里就是礁溪火车站。我们刚刚是搭火车过来，今天预计要来找礁溪山，然后再看看能不能上五峰旗山、三角岭山。如果体力跟时间许可的话，再上三角岭山。目前时间是8:40，我们准备要出发了。第一站先去淡蓝古道南路 ，Go！ 目前走的这条是礁溪乡的温泉路，温泉集中的地方。礁溪的街道上，感觉行人不会匆匆忙忙。蛮悠闲，周围都是温泉旅店。距离淡蓝古道南路的岔路大约还有800公尺左右，接着转忠孝路左转，太阳太晒了，我们还是要做好保护措施，遮阳伞遮好遮满。来看一下前方的路径，啊，指标，往跑马古道徒步的路径，我们也是走这一条，这一条也可以通往林美磐石步道。这一条小马路是管制路段，要依交通指挥人员指示方向前进。来到淡蓝古道南路的入山点，这里海拔高度是97公尺，目前时间8:38，这里同时也是跑马古道，你们看到往左就到市区，往右就是跑马古道的另外一边，直接走到青春岭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线。跑马古道几年前我们来过很多次，短短一条，走完大概1-2个小时而已。
现在走的这一条是淡南古道的南路，可以从新北市的汐止走到这边，舒服啊！目前还在柏油路的阶段。今天的阳光很大，太阳很晒，晒起来很不舒服，因为全身因为汗而湿淋淋的。这里可以看到礁溪市区，我们已经经过了淡南古道南路的入口，现在正是在古道上，下一个目标是礁溪山，距离大概还有600公尺左右。我看一下我的左手边，可以看到礁溪市区，我现在是居高临下，这里海拔高度已经将近200了，可以看到前方的龟山岛屹立在海上，就在前方。来到双溪山的高点旁边，左手边这里面就是双溪山，然后是在这一条马路的旁边。我们准备要进去的目前时间是9:06，大概还要90公尺左右，要小心周围的蚊虫。这条路径看起来是探勘路线，目前完全没有绑布条，而且完全在杂草跟杂木林当中。地上看到有人牵 PVC 水管，这可能是人家取水的维修道路。距离礁溪山剩下50公尺而已，啊，路径真的蛮荒。终于看到一个布条，这个是幸福登山队，他们也找到这里来了。哇，还有人工制造的垃圾，好特瓶一个。看起来基石就在这里了，路径越来越清楚，而且布条越来越密集，应该就在前方，剩下不到40公尺的距离。礁溪山真的是超冷门的礁山，海拔只有200公尺多，然后拜访的人也很少，所以路径非常的原始，还要经过一番寻找才能够到达。来到礁溪山，终于到达了。看一下这个牌子多老旧，可见多久没人来拜访了。看一下我的后面这一座山，这个基石，这里就是礁溪山，它的海拔高度是271公尺，是在礁溪这个地方的一座小山礁山，它有一颗土根点。我们来到这边时间是9:18，周围都是杂木林林立，完全没有展望，连天空也望不出去啊，树冠遮蔽了天空。离开礁溪山，接下来我们往回走，必须要回到小马路上。看这么深山林内的山里面还有人制造的垃圾，保特瓶一个。看一下离线地图，真是蛮荒的路线，来时跟要回去的路都很复杂。到这里就没有步调了，要自己找路。终于看到有人绑绳子了，代表这里是有人走的，而且还遗留了一个保特瓶。我们刚刚的入山点似乎有点偏离，原来这个入山点是有绑步调的，我们从右边那个地方就没看到，事实上真正的入山点在左边，
而且是有绑一条绳子可以抖下。回正确入山点之后，就接上了这条小马路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进了。下一座山，如果前方的小马路可以接上五峰起瀑布的那条路，就可以上五峰起山。距离路的尽头大约还有 1.2 公里。来到这个小马路的尽头，接下来看一下前方的这个产业道路，更加的荒芜，杂草长得更多，可见得更少人来踏足。来到这边，路越来越荒芜，草越来越长，距离马路的尽头大约剩下600公尺左右。看到前方有巡逻峰，虎头峰的巡逻峰，因为被虎头峰盯怕了，我们决定在这边撤退，不要再往前冒险，免得又被虎头峰叮咬。那我们就往回走了，今天的探山之旅我们就到这边，取了一座山蕉西山，其他的几座下次走五峰起瀑布啊再来走，因为如果走五峰起瀑布是不会经过蕉西山的，所以下一次我们就不用再走这一条，直接去走五峰起瀑布道路，然后去取其他的山。刚刚看到的那一只虎头峰巡逻峰，身长大约超过三公分，算是大型的虎头峰，很恐怖的哦，所以我们决定撤退。目前时间是9:57，我们要下去蕉西市区，温泉路去那边吹个凉。回到蕉西山的登山口，就在这里。不是右边这一条看起来很顺的能线，不是，是左边这一条啊，超陡坡有拉绳下去的这一条才是。在我的右手边，这里就是蕉西山的登山口。我们回来了，目前时间10:02，准备再继续下撤回去蕉西市区。枝头上五色鸟正咕咕咕的叫着，是在一起出，我们就离开往下了。我们等一下下切会经过跑马古道的岔路，那我们就走一段跑马古道下去蕉西吧，那一段也算是经典的路线。在我的左手边又听到了啊啊的声音，没想到这么浅的叫山也有山腔哦，那个是山腔的叫声。距离来到10000步了，可以随便走都比上个礼拜六去百川山还远。到百川山的时候才6000步左右，然后因为也是遇到虎头峰而撤退。回到可望远的辽阔景观区，看到好远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铁皮公寮。这次有39的，这应该是水塔跟相关建筑。回到跑马古道的岔路，就在前方这一条，这条超豪华超平的柏油路就是跑马古道。好，我们就下去蕉西市区了。现在我走在跑马古道上面，已经不像古道了，因为已经完全铺上柏油马路了。这一条古道相传是淡南路线，从淡水到宜兰马匹行走的道路，但是现在完全看不出来，就是水泥马路嘛，连车子都可以走了。天气实在太热了，雨伞还是拿出来保护自己。即将回到跑马古道的尽头，这里有一个水源，
可以冲凉，冲个凉啊，真是舒服。凉爽。回到跑马古道的尽头，这里是宜兰端，然后这是淡南古道的南路，是从淡水来到这边，然后这一段是可以有马匹的行走，所以叫跑马古道。看一下这里，礁溪跑马古道总长 1.5 公里。看一下我的后面这一块，这里就是礁溪跑马古道的尽头，也是淡南古道南路的终点。好，到宜兰这边，这边一直去可以到宜兰，然后这一段是可以行走马匹的，所以才会有称呼。我来到这边是5:41，然后这里海拔高度是36公尺。我们接下来去五峰旗观光园区附近景点逛逛。距离五峰旗特定风景区大约还有 1.6 公里左右，必须要步轮沿着马路走过去，我们就够了。目前时间10:45。看一下前方这个招牌，五峰旗风景特定区，就快到了。收费停车场在前方200公尺左右，前方可以通往天主教五峰旗圣母朝圣地，也就是圣母山庄。前方就是五峰旗特定风景区了，我们即将到达。来到五峰旗特定风景区，这里同时也是死路，各种车辆的回转区，不能再进去了，只能徒步进去。终于到达了，目前时间11:07。五峰旗特定风景区，它的入口处这边是有摆摊子的卖场，然后继续往前走，可以走五峰旗瀑布好几层。哇，前面有一个教堂。它上方就是圣母山庄、抹茶山，再继续往前走可以走到三角轮山。看一下我的后面这里，这里就是五峰旗的特定风景区。好，前方这里有卖一些摆摊的杂货，还有吃的。然后继续往前走可以走好几层的五峰旗瀑布，上到五峰旗山。然后接着还可以再到主宰轮山，然后最后到达最高点是三角轮山，是小北村，它的底下一名就是圣母山庄，旁边有像抹茶一样的抹茶山。我们来到这边是11:08，然后休息到12:20，现在我们准备要回去往民宿走了。离开五峰旗风景特定区，我们就往礁溪的市区回去了。看一下风景区的旁边啊，这一条溪流还有人在烤肉玩水啊，狂欢，真是不错的地方哦。旁边那条溪就是德子口溪。来看一下圣母登山步道啊，登山口在这里。下次如果搭火车来，可以来走走，就是从这里进去哦。圣母登山步道，可以到圣母山庄、抹茶山。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走双溪山，然后再探勘，淡南古道南路，经过跑马古道，再上来的这条产业道路。的尽头看会不会通到五峰旗瀑布步道的那一条路，
因为离线地图看起来是不通的，但是我们历险从泥穿越，因为整个产业道路都长草了，来到了距离道路尽头约600公尺的草坡处，那个地方有向阳，然后草野茂密，看到了虎头蜂，身长大约有3公分的虎头蜂，啊，应该是巡逻蜂，在那边飞来飞去，不敢过去了，怕又被叮咬，因为我已经连续两个礼拜被叮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撤退，好，往下走了，然后我们取了一座山，蛟溪山，接着我们走跑马古道，再连接到五峰级特定区的联络道路，来到五峰级特定风景区，在这边歇息一下，吃个午餐，然后我们再往回走。期间我们要经过圣母山庄的登山步道，下次如果有来蛟溪玩，可以参考这条路线，比较好走。任务也算是圆满成功，因为我们下次如果走五峰级瀑布步道，去取原本今天设定的五峰级山、三角轮山以及竹子轮山，是不会经过这一座蛟溪山的。回到游客中心，在我的右手边，这个点就是游客中心，在停车场的旁边。到前方的这个外岔要往右走，继续走这条主要的线路，然后民宿就在前方的左手边，一样这一条主线路的旁边。大义路，将通过平交道，这是一个很淳朴、很传统的平交道。哇，这个样子。即将来到贵族林民宿，来到贵族林民宿，我们今天派对的地方就是这里啦。蛟溪乡六杰村65巷11弄18号，我们今天落脚之处进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香龟205，两个人睡。
睡一大床真棒。